韩国瑜扫街，车队跑了3个小时，选民感谢全程直播，眼睛盯着手机画面，手不酸，气不喘，幕后功臣就是他，高雄市议员候选人朱挺瑜的正妹小编涂荣轩。 先来帮忙选举，大概2个月，因为才工作2个月这样子。很多网友说多亏了你的直播，没想到原来本尊是正妹。谢谢。上午高雄艳阳高照，皮肤白皙的正妹小编防晒显然有备而来。女生最怕就是晒黑啊。哦，我准备帽子。够吧？应该还好，还有外套。 韩国瑜下车和选民拜票，小编依旧尽忠职守。扫街过程网路直播，高雄选民说：“谢谢正妹小编全程参与，热情分享这感人的画面。”记者综合报道。